大家好，我是 Boundless Vintage Music Channel， 我来自香港，我是一个热爱一啲好旧好旧嘅音乐嘅怪人，讲紧成100年前至200年前嘅嗰啲歌啊，但又唔系古典音乐嗰种，主要系讲紧嗰啲民歌或者其他可以唱得出嚟有歌词嘅音乐。总之就是一个古灵精怪的人啦。如果你有幸睇到我呢个 channel， 我谂你都会是一个怪人 lol。当然呢度都可能会俾到啲正经嘢俾大家嘅，毕竟大家中小学音乐书通常都会收录一啲世界民歌，例如美国 Stephen Foster 嘅一啲知名作品，又或者英伦三岛的民歌 Greensleeves、 Drunken Sailor 等等。我自己都会间唔中攞啲旧歌编下曲的，又或者直接将旧时的乐谱编成 MIDI， 再剪辑成片俾大家跟住去唱。我迟啲亦都可能出片讲下现代音乐的源流，追溯下家阵世界范围内蓬勃的音乐产业究竟是点嚟。希望可以将一啲有用嘅资讯带俾大家啦。